感觉里好像里面吵起来了，我去偷看一眼。怎么啦？不要打架好不好？来来来，我们先不要打架。你先不要拉着他，你先这样，不要拉着他。给老师看一眼好吗？我看一眼这个东西。你先不要拿，你先不要拿。我老师放在老师这边，非常的安全哈，非常的安全。这样，我们今天的玩具，我们要求老师全部先保管起来。现在谁都不能够拿到这个，由老师把它藏在自己的，看到没有？口袋里保护起来，锁住，咔，谁都不能碰。到放学的时候还给属于他的那个人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好的，谁都不会碰到，包括你，包括任何小朋友。老师答应你，好吧，拉勾勾，绝对谁都不会碰到他。给我，给我。我帮你先保管起来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，很快。哇，来，老师抱一下，好不好？嗯，乖乖乖，那你们先玩一会儿。啊，兄弟们，我刚才这里处理了一场打架斗殴的事件。啊？我刚才这里处理了一场打架斗殴的事件。是我埋的那个雷爆发了吗？啊？是你埋的雷吗？对，我拿第一个小孩的玩具给了第二个小孩。我就说为什么球球一直说这个是他的，一直是他的。